在来华工作许可方面，在人社部、科技部等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，海南探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。负面清单外，不再对外国人来海南工作作出限制。对工作许可负面清单中的限制内，建立配额管理制度，实行动态调整。在配额总量控制下，对限制内工作许可进行自主审批。